飞越浅浅的海峡，在台北细雨中重逢。大陆官媒《航拍中国》第四季透过空拍画面和旁白描述，从南到北将台湾全都录。除了有著名的日月潭、湖泊全貌、宜兰的龟山岛、花东樟原海岸，最南还跑到屏东的鹅銮鼻拍摄，就连外岛澎湖也没错过。在平静的港湾回味。俯瞰台湾，从台湾本岛到离岛全拍得一清二楚。这系列从2017年推出第一季以来，全采用 4K 超高清录影，共计动用73架直升机、320架无人机，总航程超过90万公里来拍摄。第四季作为收官之作，台湾不仅被放在乡愁片，更与香港、澳门放在同一季。是家乡熟悉的味道，沿袭千年的祝福，同根共祖的文化传统。不少看过影片的网友都直呼拍摄手法让人想起齐柏林导演的《看见台湾》，但更多的疑问是，在两岸情势紧绷的敏感时刻，《航拍中国台湾篇》究竟是谁来掌镜完成拍摄？记者综合报道。有一些睡眠问题的话，可以来试试看我们旺推出的这个梦梦水，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，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。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，这个地方有我们 QR code，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。这里呢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， 要请大家多多支持。